on and around. And now let's go and jump. I put my hand in front, I put my hand behind, I put my hand in front. I make a small deal.就是时间和地点不对了。嗯，咋没动静啊？他现在要去洗澡，是中场休息，一会儿还有下半场呢。那我上厕所怎么办呢？就一个卫生间，这我也没办法呀。哎呀。你别着急，别。来来来，喝点水。哎呀呀呀！你别刺激我了，我这真的不动。哎呀，郝明姐，你这算什么呀？我有一天，足足等了你。他出来了。您刚来的？刚到。您找我有事儿啊？有点事儿。那进来吧。这么晚了。那再见。啊，好，再见。哎，别，等会儿再见呢，这正事还没说呢。这么晚了，您有什么事儿啊？啊，别人知道了，对您影响多不好，尤其是作家那类型的人，他们能胡编乱造，他们能。侯同志，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。又怎么了？你今天晚上到我家去看看，你就知道了。还去啊？你也应该像了解我那样去了解了解他呀。那行，那今天，不行啊，这个问题可不好解决。昨天晚上我在武力家，今天晚上到，不，那你这就是偏听偏信，不是一碗水端平。好吧，今天晚上我和你一块儿去。看起来，关键的时刻还得由我来帮你吧。今晚你陪我一块儿去。嗯，行，给你一次学习的机会，就这么定了啊。什么时候回来？快！我怎么感觉像对号？喜欢无名老师的书啊？我是没事儿看着玩的。啊，他回来了。每天都这样，我要是想做饭，得等一个多小时，厨房成了他自个儿了，还霍霍得特别脏。
酒啊。看见了吗？这个女人经常来，听说离过婚。这个女人是干什么的？原来是个大款的老婆，现在可能是个书商。你不能再骗我！看见了吗？好戏开始了。你说，咱们什么时候结婚？小点声！你怎么大吵大嚷的？你要注意我的影响。什么影响啊？怎么我一提结婚你就躲躲闪闪的？你什么意思你？哎呀，你就不要这样。既然你说到这个问题了，那我今天就推心置腹的跟你谈一谈。说吧。我觉得我们相识啊，实在是个误会，甚至可以说是个悲剧。你也看了，我今天就做了那么五样菜，单数。咱们分手吧。什么？小豪同志，你在这里真是太好了啊！太好了。小豪同志，您给我们评评理。哎，你们怎么一块儿来了？又怎么了？不是又怎么？我跟您说。好好好，女士优先，您先说。您先说。哎，您请，您请。别，您先说吧。哎，你们怎么了？我们和许同志给您做的作息时间表，多好，多科学。哎，你们又打起来了？什么叫又打起来了？我们俩怎么能够打起来呢？啊，对，你刚才说那个作息时间表，对，就是那作息时间表。小豪同志啊，这个作息时间表定的啊，真是太严密、太规范、太完善了，搞得我们不像在家里啊，就像在军营里一样。就是，你那作息时间表弄得我一天比上班还累，我的艺术感觉一点都找不到了，就连唱歌都找不着调了。而且我跟你说，小豪，他这个头两天呢，他还能遵守，后来天天违反。你不也是在违反吗？好了好了好了，这样吧，你们先回去，我再想想办法。我保证，不把你们这对矛盾解决了，我绝不收兵。侯民警，侯民警，您这是？